心脏外科医师林永凯是真有爱心，伊有感防疫期间，有真侪善心团体也是人士，不时送慰问品，也是防疫物资设备来小婷医好，予伊是真感谢，所以伊嘛发挥爱心。最近的这个防疫的工作业务非常的多、啊，包括疫苗注射啊、社区筛检啊、这个企业筛检，还有疫苗注射的这个资源哦、啊，所以其实院内的医护同仁也非常的忙碌。所以刚好就想说，那我们买了大量的这个优质水果之后，然后就转赠给我们的医务同仁。知影祖产祖销的小农受到疫情的影响，生意是变真歹，所以伊向卖往来周小姐以及卖山的高先生来买水果。伊嘛呼吁民众会当多多来采买在地新鲜的蔬果，帮助小农渡过难关。平常是买凤梨，那喜盛的这一位芒果果农，他是在凤梨摊旁边，因为凤梨的老板娘比较熟，那他有推荐他的芒果啊，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了解了他部分的故事之后，那所以决定跟这个芒果的果农能够支持他一下。我们都是用有机肥料下去栽种的，所以我们是有那个快筛残留快筛都通过合格的才上市的，所以我们都发安心，可以安心吃。谢谢林医师帮忙，我们小农。周小姐伫新港进往来，伊讲林永凯医师人真好，嘛真客气，向伊买往来的时阵，知影隔壁台高先生长期洗药剂，做了种山药真辛苦，所以嘛向伊来买山药。疫情的关系吼，山药较歹卖，所以讲自产自销啊，真感谢林主任甲小龙帮忙啊。高先生种山药三十万吨，两分地采收期会当收两万台斤。伊讲今年雨水少，山药特别甜，可是受到疫情的影响，销量比去年减三分之二。伊只好透过配送的方式来营销。伊真感谢大家来收听记者黄佩佳关采访报道。